你怎么来了？我看见外面下雨了，我担心你一个人在车里不安全，你赶紧收拾收拾，跟我回民宿吧。好啊，你带伞了吗？我带一把。手机给我。你有数据线吗？我要是有数据线，我就不在这躺着。我怎么办呀？你现在有两个选择，要么自己走回去，要么就把座椅调低，睡觉。放心吧，我要求很高的。一年前的事儿，对不起啊，我认错人了，喝酒太误事了，我以后再也不喝酒了。还有啊，没认出你来，也对不起。还有，那个项链是你送给我的。是，就当是我送给你的。哎，赶紧睡觉吧，啰嗦。Thank you.